怎么办？姐姐盖好了，它盖好了。好，它已经修理完了。我的姐姐老是说我的桌子嘞。没有吧？你知道我的桌子在哪里吗？我找不到。不好意思，我让你找一下，我没找到啊。这个桌子啊，哦，就是这个啦。对。马上就找到了 ，sorry， 先从这边过。姐姐找到了。老师，你的桌子要近一点，远一点啊、哦！我的桌子太大了。好，请问六话题。六话题。姐姐。哇，老师有两个桌子。有两个桌子。小问两个桌子哎，一个小桌子，一个大桌子。小问小桌子，对，这个是小桌子，这是大桌子。来，大家要吃饭了。那老师是巧虎吗？不是啊。等着大家吃饭了，他要坐这个椅子。好，小心。儿童餐椅，大家都有一轮。小虎，你的，你跟琪琪坐，琪琪说他要跟小虎坐，姐姐琪琪说他要跟小虎坐，我跟小虎一起，姐姐。老师说好的，好。等待淘了笔仙，我要一个人做。我要自己一个人做。姐姐老师说好的，好。姐姐她在吃。姐姐想象老师说。我要大家一起坐，这样子大家有坐一起了吗？有。老师要坐，姐姐老师坐旁边。嗯。小早餐要给老师，老师给你吃。姐姐老师要吃鱼。好，重新找到这个，小心啊。好大的鱼。人家老师说我会吃得饱的。姐姐老师说我会吃得饱的。大家看到，惊讶的吓了一大跳。啊！好大的鱼哦！老师怎么吃这么大的鱼？因为我会吃得饱。因为我这样才吃得饱。那老师要叫大家开动了门。姐姐早上开动，开动。姐姐她吃了，姐姐她吃完了。姐姐吃完了，真美味。姐姐吃完了，我还没吃完。老师吃得好快哦，还没吃完呢。老师说我要去上课了。小朋友慢用，老师先离开一下。姐姐，他说好吧。好。姐姐。